尾动，应该不是尾动，头动的多啊。有浑水的话，基本上是头动；尾动的话，没浑水的。吃了一口下去了，吃了一口下去了。吃了一口下去了，装了一下钩子，这就是找动机面啊。吃了一口，还不在家里，吃了一口下去了。吃了一口，没把握机会，下去了。这个不小的啊，不要看啊，这个洞里面空间，你看，我这样摇都在动。刚没起飞啊，慢了。不要逼我发飙，跟你说。不要逼我发飙，兄弟！发飙的话你就倒霉哦。哇，这么深的洞吗？我跟你说，不要逼我发飙，你刚都出来了，你逼我的啊！我再来一下啊！兄弟，不吃的话，他逼我的。别急，兄弟，我把蚯蚓的话再穿一下。他刚刚已经出来吃了一口了，就下去了。他逼我的，这是。是他自己逼我的，兄弟，不是怪我，不怪我。在那边吗？怎么啊？上货啊！又上货啊！感谢点亮，这边的话一两多，二两的哦。直接漏套。感谢点亮，这种心梗你过个两天再来钓，绝对的话货还要多。头动好不好？它尾巴先出来的好不好？是头动的，行不行？是头动啊，不是尾动啊，是头动啊。感谢哥们的红心啊！我家有1万多条鳝鱼标本。钓几吨了？5斤打底，现在目前5斤打底哦。目前5斤打底，兄弟们。找不动技巧，为什么找不动？你第一条都不放过。
华哥，只要他能田里面的货你不干的话，别人也干。尽量的话，宁可错杀一千，不可放过一个。今天的风大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感谢哥哥们的礼物。这边有浑水，你们看这一堆水它是不同的，这个又没人脚印，看到没有？感谢我田字哥，所以说的话像这种地方要找，这洞不知道在哪里，这里有洞了啊！你们看这个是这边的泥巴，这一块泥巴，这一块泥巴跟那边的泥巴是不一样的啊。所以说这个洞一定要找，不知道在哪里。要么别人翻田翻的。勾尖向下啊，这有可能是别人翻田翻的。哦，这边也有浑水，这边是别人翻田翻的。感谢兄弟们红心，有红心的抽个红心啊！没点关注的跟榜一、榜二、榜三点个关注。感谢兄弟们点亮。这边以前是葡萄棚，所以有货啊，兄弟们。以前是葡萄棚的，看到没有？这是葡萄架，看到没有？有可能以前是葡萄棚。所以说，我说这个田埂怎么这么烂？感谢兄弟们红心，货多货少。一会儿就这么多了，看。感谢给我们点亮啊！感谢你们的点亮啊！全是真货，你家的有可能是巨人，你家是巨人了，用这么大的针，我随便拿一个，全是针，哎，你看，我随便拿一条，你家针这么粗吗？谁家针这么粗啊？再看，我随便拿一条，谁家针这么粗啊？看到没有？你家要针这么粗的话，还要给你的，蚯蚓。有可能你家的话都是长了七八米的高个大个，有可能要用这种针。这种针搞的衣服的话，那个线还要订购的，用麻绳那个穿。他们家用的是大装机。感谢兄弟们。感谢哥们的红心啊！有红心的说出红心，哥们。别吃，皇上是什么变的？寂寞寂寞笑话，皇上是男人变的。寂寞寂寞笑话，真的啊，老火。兄弟们看这边有一坨，兄弟们你们看啊，他这边有坨浑水，看到没有？看一下这个洞啊。再看一下这里，再看一下这里啊，这个草下面，我看了一下，应该是哦。
我有这个洞漂亮，熊猫真的漂亮，又是大的。黄鳝是逢一针变，好嘞，哥，你别乱说人。感谢点亮啊！开始。哎，输了，输了啊！来了。白天好不好？对，白天非常口好啊！你看我直播回放，直播回放的话只能保持一天啊！你看直播回放，哎呦来了啊！小黑粉都给你吓跑了，哪里有小黑粉？咱家都是那个五金打底，现在啊。哦呦来了，黄鳝是男人变的，你又不信？没中，没中哥们，没中啊！蚯蚓都吃完了，我穿个蚯蚓去吗？放洞口洞啊，我不在洞的嘛。放洞口的话要洞有洞的技巧。你怎么这么臭了？哪个蚯蚓死了吗？换小一点。白天的话，我就跟挖煤的差不多。白天不天天在钓。来了啊！别急熊猫，尽量一钩毙命。尽量一钩毙命。猜猜看有多大熊猫？有可能，猜猜看有多大？我知道了，收割啊！走。中了啊！哦呦，一下子就中了，一下子就中了啊！下面挂鳝鱼的兄弟，这条要挂大一点的，我感觉有点大啊！挂鳝鱼的兄弟，挂大一点啊！二两不止，我感觉，我感觉二两不止啊！哎呦，这个拉力爽！爽，二两不止了吧？兄弟太给力了，挂一条这么大的，哦呦漂亮！太瘦了啊，又上货。感谢哥们的红心啊，正中下颚。入户十几两，地动山摇。有红心的抽抽红心，没点关注的跟榜一、榜二、榜三得个关注哥们。感谢哥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点亮，感谢所有叔叔阿姨们的支持。兄弟们，这个洞的话非常隐蔽啊，不知道是货不是货，是货也躲不过啊，要是货也躲不过哥们。看一下这个有个洞啊，我不挖，我不挖了，我不挖了，兄弟们，直接掉了，在这里啊，直接掉了，不挖了，再挖一下。感谢我要成魔。黄鳝的话是男人，男人变的，你又不信？哦呦呦，哦呦！有，有啊有啊有！我们掉过桥，我们掉过桥，哥们，我们掉过桥，掉这个洞，掉这个洞，掉这个洞，马上来一口，搬一下，掉这里，
就钓过桥洞了，钓过桥快啊！来口了，来口了，来口了，不想挂，不想挂，同城没这么多卖，我本来想挂的，我怕兄弟们本来想挂的，反正同城的话有多少卖多少，还要给你们快递，我还没时间呢。收你啊！我操，中啊，中啊！哎呀，好了，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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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啊，完蛋了，在这边，完蛋了啊，钩子到底的话，他不吃还不吃，完蛋了，这么所以说不吃够的话他贴在边跑的，贴在边边跑的，不知道在哪里，天知道，呼叫挖机来上货啊，上货了，看见没有，快不快，快不快，上货了啊，这么小还想跑，有意思吗？嗯，这么小还想跑，你有意思？感谢哥们的红心，有红心的说说红心，哥们。